I'll shake. Hello， 我是江，今天来介绍这台战舰模组，这是二次大战的那个德军的纳粹的战舰啊。OK， 哦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向前开的话，它的重力好像在前面，根本是潜水艇嘛？你看，潜下去了啊！那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它的权重没有做得很好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我先把船刹车一下。刹车它又浮起来了啦，哦 ，OK，Anyway，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战舰真的做得还不错啦，不过可能配置上有些问题。哇，帅气 ！OK， 我们现在 Trevor 呢，他的新发型有点丑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船里面有什么东西好了，这是船长室。这里可以出来吗？哦，这个门是隐形的，可以穿出来。哇，这个舰桥好大、啊，这个过不去啊！不让我走，那我从这边下去。走道太小了、啊。哦，是双管防空炮在。哦，换个头盔好了，那个帽子盖着我的新发型，我的新发型实在是太难看了。OK， 然后这是什么？吊臂吗？是吊什么用？吊船用的吗？哦，这还有双管炮台，看起来像是自动的。啊，不知道，怪气。好多、哦，好多炮台啊！防空炮哎、欸，哇，双管的大炮、啊，可以看进去吗？哎呦，错、啊！我的子弹装了慢动作，射击怪怪的，根本打不到。哎呦，中了啦！哇，旁边还有两台大台军舰啊，这是对空的机枪嘛，对不对？这里上不去啊！爬上去，爬上去！哦，这是要进攻洛森都用的吧？一堆军舰。可惜不能用。哎，我蛮想试试看那个大炮的威力。看一下船尾的部分，这边全部都是炮台，炮台，炮台，炮台。旁边有鱼雷，大型的炮台。哇，水直接淹上来！哇，那个链条好大、啊。我现在开这台是 F6F。地狱猫战斗机啊！我现在要来挑战这台战舰。先叫出我的伙伴出来。两台吧，应该 OK 了。这次有搭配火箭弹、机关枪，还有空投的炸弹。你可以有机会把它炸成吗？
觉得他好像没什么伤害。换一下，哦，我撞到小飞机了，没有一台了，准备了，冲下去啊，兄弟们，冲啊！我们太早放了，哦，这样应该有中哦。嘿嘿，炸沉了，但是它要浮起来了。冲啊！丢！一路轰炸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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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换个视角。超难飞的啦！那我的友军掉下去了。我要换机关枪啊！我要先把舱门关掉。勾到飞机了，这船也被我勾到，太瞎了吧！哦耶，炸成了！试看机关枪，怎么感觉像在下蛋呢、啊？哦，好晃好晃！这是下沉的意思吗？沉下去了。它怎么又浮起来了？小伙伴出来了，哦，爆炸威力不小。准瞄准，再一次再一次，希望可以把它集成啊，把这个浮起来了，丢啊丢啊，快丢快丢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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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咻咻咻咻！哦吼，哇哈，超帅的啦！哇，飞机又勾到了。
我们的汽油快用完了，我们先回去我们的基地啊。我们的模组先交到这边啊。喜欢别忘了帮我按个赞啊。咻。